我们出席牧师主要是在关怀社区，还有帮助很多一些贫困的，帮助一些的孩子方面，他非常有负担啊，包括老人家他负担啊，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上帝把这个关怀社区还有教导的恩典给他，他能够去帮助很多需要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去呢，去 appreciate， 我们开始去感恩每一个人，因为上帝把不同的人放在教里面，就目的要成就一个神的使命，阿门吗？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欢迎主席牧师来分享神的话语，会分享关于家庭的课题啊，掌声欢迎。所以今天师父，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蒙福的家庭，让神的恩典不断的是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蒙福的教会里面。是透过我们有一个蒙福的家庭，如何去装备一个蒙福的家庭，是在我们要看圣经如何说。所以今天我就启用了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灵敏平安从父神和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按节气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想念你，纪念你们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在你心里，在于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渴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持守的心。所以愿神的话语来带领帮助我们，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帮助今天早晨来我们认识你的话语，主透过你的话语不断的说你做造就鼓励劝勉的话，主啊，透过今天我们分享这信息的时候，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你的祝福，主继续祝福我们。以下时间我们要主圣灵来亲自来引领我们，来教导我们，主让你灵做感动的工作，来指引我们的心，来敬畏你，来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的提摩太后书所讲到，就是保罗写书信给这个提摩太他保罗看待这提摩太是怎样看待啊？像儿子这样看待，是这样他儿子看待他，如何的对他亲密，对他的仰望。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特别感恩，看到这个提摩太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成长。因为他在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这第五节里面第五节里面就是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他提摩太的外祖母，他的外婆和他的妈妈本身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所以透过他们这两个人，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本身的妈妈来影响他的生命。今天说我们很感恩，可以看到假如说我们有这样的长辈来影响我们，带领着不断的仰望神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要感谢神来继续来引领我们。所以也不是代表说当我们说有个长辈是说一个或者我们的长辈是说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婆婆们不断的是敬畏神，就等于我们下一代是很敬畏神。所以这个教导我们说，我们有荣幸就可以看到一个长辈里面如何敬畏神，还有好的榜样让我们去效法如何得到这个神的恩典。他如何去敬畏，你看到他的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如何敬畏神，他把这个敬畏的这个方式不断的说跟他的妈妈妈妈你什么尤尼基尤尼基这个人，两个人
因为当他们认识了真神，认识了救赎，他知道唯一的敬畏，他们不很坦然无惧的心，不断的仰望神。当我们两个的这个行动里面，就影响了这提摩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如何敬畏神，就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两位的长辈都影响他的生活里面敬仰的生活。今天说我们需要神来带领帮助我们，不断的说，透过这些我们相信有这些长辈来带领帮助我们呢，这些的榜样，使到我们说他的传递不断的把这个信仰真的真诚不断的引领我们，教导我们说我们爱神是因为有先前的榜样。今天我们每一位，尤其我们才这个我们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很多就是之前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是因为人传福音，使到我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明白救赎从耶稣基督来。今天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神儿女，我们多数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中弟兄姐妹多数是第一代，是吗？是想在之前我们的长辈不认识主，这是我们这一代，这是信主的人，是不是？谁是第一代的？看了、啊、多数大概是98%以上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是蒙福的，阿们吗？因为神拣选我们，神给我们盼望，神给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啊看到这个生命的宝贵。今天说我们认识主耶稣是最蒙福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成为蒙福的家庭。所以我以四点来分享。这首先呢，要成为蒙福的家庭的根基是什么？蒙福的家庭的根基，第一点里面说，我们说最要蒙福的家庭的蒙福的家庭一定要有耶稣。我们生活中不能没有耶稣，只要你没有耶稣，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努力，靠过我们的本事，靠做我们的我们的学问还是什么东西，还是靠我们的知识，我们可以做成生活。但是我们相信没有耶稣，我们心灵不会满足，我们心灵不得到神的安慰，神的引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像我们看到提摩太，看我们所读的这个一节到七节里面，一个家庭里有三代的基督徒，三代的基督徒就是罗伊，他的外祖母尤尼基是他的母亲，包括提摩太本身。但因为有这样的情形，当直到下一辈，我上啥是长辈的时候，不断的引领着下一代的时候，他们的诚恳的心就影响到下一代。他们说如何，我的婆婆、我的妈妈如何敬畏神？为什么我不说外公外婆啊？有这边在圣经只是提到婆婆爸爸妈妈啊，爸爸公公一切都是很敬畏神的哦。不要说是爸爸妈妈外婆哦，每一个人都敬畏。但说有好敬畏神的呢，就影响到下一代，影响到下一代。你看到提摩太，还因为有敬虔的这个家庭里面，使到他说他明白如何去敬畏神。当他敬畏神的时候，他知道因为敬畏神的，当一个敬畏神的人应当服侍神，他愿意服侍神，就说成为使徒保罗的徒弟。使徒保罗就当作这提摩太是他的儿子，这样如何看待他？看没看年轻，看不了，时常鼓励啊，你不要看你年轻啊，不要看你年轻，靠着神凡事都能做。所以今天他就很蒙福，有很好的长辈来带领，有他的祖母外祖母，他的母亲，包括使徒保罗来引领他的属灵生命的这个道路里面来成长。所以他根基里面就我们的要蒙福的家庭的根基，我们除了我们一定要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一定有一个好的属灵长辈来引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属灵长辈，所以说我们成为就是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是属灵的长辈来影响我们下一代。
我们实际上是看到在教会发生的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第一代的这基督徒，他们每个人都很敬畏神，很多仰望神，服侍神，到第二代的时候就面对了一些，他们第二代的就要服侍也可以不要服侍，里面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平常说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里面，我们多数的人有经历到神，有经历过神的人时常都会感恩。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经历过神，好像我们本身像以前我们知道，我可能我们在病中我们得到神的医治，我们经历到神的医治，但我们心里虚空的，我们被压制的心灵就被困绑住，当我们被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得到释放，我们心灵我们经历到耶稣是说释放，他是释放者，直到我们心灵得到平安。所以说我们第一代的人就永远就感觉到有经历到这个神的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很渴慕，我们很仰望。假如说我们作为长辈的，我们不好好去教导我们下一代，我们孩子包括我们的孙，我们就他们就不大，因为有可能就很像我的儿子这样，我三个儿子，我们两夫妻信主就结婚就生了这三个儿子，我们三个儿子从小一满月就一路来就在教会成长。你跟他讲圣经肯定还明白过我们每一个刚信主的人，他了解，但是假如说没有经历过神，他们不真的不是，他不会很渴慕的。没有叫他们亲自经历神，他们最渴慕。但是我们说成为一个长第一代的，我们成为长辈，我们要有好的见证，好的榜样来带领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说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来带领帮助我们，说我们今天活着不单单我们来教会敬拜神，不要忘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也要向我们如何的敬畏神。阿们吗？阿们啊，感谢主，让神的恩典来带领帮助我们。再者说再提醒，尤其在进到第三代，你看到现在我们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传统的教会，传统教会里面不断的说他们在他们那些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向我们告诉说，我信耶稣很久了，我信耶稣我的祖宗开宗就信耶稣，我是第七代了。哦，在中国里面，他福音传得来，我是第七代的基督徒啊！你不跟我讲耶稣人话，我第七代的又怎样？你是第七代的基督徒的哈，是你家因为你的开宗信主。因为就传递，就因为是成为基督徒，这个称呼基督徒不是，你是基督教徒，你是信仰那个信仰罢了，你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假如说今天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就是我们要亲自经历神，没有经历神的人，我们就不得到我们的丰富，让神的恩典继续引领我们。第二点呢，我们就是教导我们说，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的长辈。做金钱的长辈是神赏赐给人最大的礼物，而许多敬畏神的基督徒就享受金钱神的家庭。一个家庭会金钱神，一定有敬畏神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家庭里面，不可能说一个家庭会金钱的家庭就没有人，就一个两个。但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好榜样，所以说我们都成为一个长辈的属灵的长辈，我们今天要有好的见证，好的榜样，让下一代来效法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祷告，如何读经，是否我假如说你看到下一代他们不读经不祷告，有可能我们作为成为长辈的都没有好好的个见证，好好的榜样让他们学习，所以我们今天不会看圣经，不会祷告。所以今天说让说我们以要成为一个蒙福的这个家庭的长辈里面，我们要神的恩典继续引领我们。我们也知道家庭是一个造就信徒的基地，这个在家庭里面最好是造就信徒的，就像我们成为长辈的
一定的不断的教导我们的子女，我们还是我们的孙子子孙们如何去敬畏神。不是单单说我们敬畏，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子女子孙们好好去敬畏神，让神来带领帮助我们，好好的教导我们，让真理来教导我们。这样的，假如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可以培家庭呢，就可以培养出子女这个属灵的品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假如看到一个孩子啊，第二代了，第三代，他们如何敬畏神，我们相信他有个好的家庭，敬畏神的家庭，父母亲，因为他看到他们的见证，或者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好属灵的长辈来引领他们。所以看到的话，当我们你看我们如何去敬畏神，我们如何去敬拜神，都是因为有属灵的长辈好的见证来带领我们。特别感恩，特别在我们爱恩堂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好的属灵的长辈来引领我们，我们有好的牧师，属灵的牧师来教导我们如何敬畏神。我们不是看重祷告，所以我们教会看就是祷告的教会。阿们吗？阿罗阿罗利亚，感谢主啊！你们还在哦。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牧者看重祷告，我们知道祷告，我们牧者知道透过祷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意象，看到神的旨意。当我们跟从这长辈属灵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们一样去跟着做的时候，我们说如何牧师，我们的牧者领袖们如何得到这个祝福蒙福，我们跟住的人也一样得到蒙福。阿们吗？所以今天我们说要学习长辈如何做这好属灵的品格，如何好的我们就学习，不好的就不要学习咯，明白吧？所以好的我们是学习，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好的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有很多天啊，三天的这个晨祷，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美好的机会，很多的这些机会都是要建立一个蒙福的教会或者叫蒙福的家庭。为什么我们要团契在一起？为什么？最重要说，我们传契在一起，圣经应许我们说，两三个人在一起，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灵就与我们同行。当我们说我们传契在一起，是我们在建立我们叫彼此相爱。传契的生活是叫我们不单单我们由神与我们同在，神掌管，我们要建立一个彼此相爱。但说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彼此相爱的家庭，就被建立出成就了一个蒙福的教会，蒙福的家庭。阿们吗？阿们吗？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哦，有很好的这些长辈里面，我们看到提摩太有很好的长辈，属灵长辈使徒保罗不断的引领他，带领帮他，帮助他，成为一个结出一个属灵的果子。提摩太就是在是保罗所带领的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我另外一个说，我们说我要看那个耶稣呀，摩西就栽培了一个信心的领袖，把建立了一个很大信心的这个耶稣呀。我们知道摩西是谁呀？摩西是摩西了。摩西就是我们说我明白了，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位伟大的这个属灵长辈，是吧？带着他说，他带九个人啊，十个人、一千人、两千人，带几个？上百万人。出这个埃及容易吗？摩西一个人带出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容易啊？不容易，把神与他同行，神与他同在，给摩西信心。说去跟法老讲，告诉法老你要释放我们以色列人，让我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地。法老开始不肯，但是神透过十灾来压制这个法老，让他肯放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但他放了埃及离开这个路途中，
他又不舍得，他又不犯，又反恐，又叫他的法老的兵在追杀这以色列人。当他追杀的人，当以色列人到走到红海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后面有地军来追杀的时候，前面是红海和没有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摩西转向求神的，神在启示说：“拿起你的杖来，把这个红海打开，让以色列人就过了。”神迹奇事不单单在蛇灾里面所做的这些神迹，在过这个红海里面是神迹，还有当他们过了这个红海，进入这个应许啊，这个啊不是进，不是进到应许地，进到什么？我们知道咬切河啊，还是咬旷野、啊。摩西带着以色列民，因为很多在这四十年里面，本来一个很短的路程，到用了四十年在周转。但是这四十年里面，神虽然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一发生，是很多以色列人不顺服上帝，不听神的指令，于是违反了，所以都在面。虽然很本来很在应许之地的路程，只是很短的路程。他用了四十年在打仗，但四十年里面神恩典还同在，不断的每一天供应玛纳，供应玛纳，你知道是玛纳不是玛纳哦，玛纳是食物啊，是啊，因为在这旷野中，你不可能在行走在往向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不能耕种的，是神说每一天给玛纳你吃。供应你玛纳，每一天准时供应玛纳给你。除了安息日那边 double 两天，叫你叫以色列人不可以拿多拿少，自己单供，拿多也没用。过了一夜，过了就发就不给吃了。所以神供应充足的这个玛纳。所以今天看到，当摩西带着这些以色列人，他带着了两个人。时常他身边的是谁呀？亚伦和耶稣呀。耶稣呀，在这经历中，你可以看到，使他为什么耶稣，我告诉耶稣成为一个培养一个信心的领袖。当他不断的说，他耶稣呀，透过跟随这个长辈的时候，他看到神与哦长辈同在，如何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和如何要供应，如何来保守，如何看顾这个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当要将要到进入以色列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在那边就把摩西拿掉了，所以摩西也没有机会进到应许之地，包括他那一代的摩西，那一代出埃及那一代的人都没有机会去到应许以色列，因为他们在这年中不断的埋怨，不断的做了亏欠神的事情。摩西为什么不可以去？是因为发怒气，是因为烦了，呱呱叫，他就拿了棒子敲一个石头。神说：“我不是叫你这样做，就是因为这样，他是失去进入应许之地。唯一下一代的人，就是下一代耶稣亚那。”下一代的人就有机会进入应许之地。当摩西被主借回天家的时候，耶稣亚就接棒成为这个以色列的领袖，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说耶稣亚看到神与他同在，带领帮助他们，所以他学习了从他长辈里面这个摩西里面不断的他如何敬畏神，他不是学习了，所以说神必引领，做耶稣亚一样的说，在他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你看耶稣亚所带的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知道不可以违反神的旨意，反正我们敬畏神，遵守神所做的所话语所行的时候，神的必看顾保守他们，让他们每一场的战争里面都得胜。唯一条说神做不可以的事情你就不做，唯一一个战争里面他们失败，是因为其中发生一个事情，什么事情？阿刚
啊，神说不要去拿地人的东西，他说他这个就看为不得，看不先啊，没人知道，周围没有人知道，顺便就犯拿了，就是因为这样，那场的败仗。但是我今天看到那一代人，他们知道唯一敬畏神来仰望神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必保守到他们到底。这是那一代，到过了下一代的时候，因为没好好的教导，好好的属灵的培养，之后下一代的时候，他们有些你看到我们看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很多面对到整个国家灭亡。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今天的活在这个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要靠主。我们知道离了主，我们说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离了树，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很明白，假如说今天说我们离了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很风光，但你的心灵永远是虚空的。唯一有主耶稣能填满我们的心灵和平安。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长辈的这些来教导来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必有神的恩典不断的引领我们，教导我们说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立定心志说神的呼召我们必有他的美意，说我们是要成为一个好的长辈来引领下一代，包括不单单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新的朋友信主蒙恩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见证让他们来效法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让神的恩典继续引领我们。不止单向，我们要成为神所爱的这子民，说成为一个敬虔来仰望，靠着神的恩典做一个长辈的责任来引领我们的下一代。第三点说，我要说一个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的生活。这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的生活，假设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的基督徒的蒙福的家庭的生活，不是说我们基督化我们的家庭，要成为基督化的家庭，很多人说，要成为一个像基督徒的家庭。什么是像基督徒的家庭？是否耶稣是我一家之主，大大的牌挂在我们的大厅里面，还是我们说挂了很多的经文啊，圣经的经文里面啊，这些东西，还是任何做我们啊，是吧？我们手工所做的这些东西绣出来的这些经文，穿在衣服上，成为一个代表我们的基督化的家庭，不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化蒙恩的家庭，我们要以什么？要以耶稣的看法为我们生活的标准。所以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其实就是耶稣的家庭。假如说我们是这个家庭是属于耶稣的，就是基督化的家庭。假如没有耶稣的这个家庭，就是不是基督化的家庭。你明白吧？收到吧？ Hello？反映一下，收到吗？所以说，意思说，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家庭的中心里面，耶稣是我们的中心。没有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与耶稣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是成为基督化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阿门吗？所以在我们家庭每一个层面里面，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先想到耶稣的，那个是说把耶稣放在我们的中心里面，明白吗？我时常拿一个比喻说，当你病了，我病了，你第一个想到什么？很多人是想找医生啊，是吧？我来说，我吃什么药？为什么说？假设说我们基督化的家庭里面要蒙恩主祝福的家庭，我们假设我们病了，我们第一个是想到耶稣。阿妹们，阿妹们，有没有这样？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装备，说当我发生任何事情，耶稣，有没有？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本身，有时候我们都会把耶稣放到一边，我们努力去解决问题，解决不到，耶稣，
我做不到了，不顶了，耶稣你帮帮我啊！没有就很多人，平常我们做牧师，我们听到很多电话来，来牧师为我祷告，哦，我去 interview 我好像不大顶了哦，啊，有祷告吗？我们之前没有祷告。你祷告还去吗？你没有祷告讲，你过了 interview 还跟我讲讲不顶。你没有祷告之前，你没有进 interview 之前，你祷告啦。祷告了，好像神会保守你，是吧？你把耶稣放在中心里面，把耶稣放在我们里面。凡事优先都是我们找耶稣先，因为耶稣说，有什么重担，大大小小的东西找我，大大小小的，不是大事情才找他，小小的事情他都要看，因为他看顾我们，阿门嘛。所以有这样好的好的爱我们的神，我们有时候我们忘记恩典，我们生活中我都不知道，当我们要面对大事情还找耶稣，小事情我们自己搞定，搞得不顶变成大事情我们还找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中心里面，把耶稣放在我们家庭里面，把耶稣放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生活。所以让神来继续带领，要成为一个家庭蒙福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继续让神的恩典继续带领帮助我们。我们的家庭要尊主为大，当一个家庭尊主为大，会不会有纷争啊？会不会有嫉妒啊？会不会有仇恨吗？我相信没有。当我们尊主为大的人，当然我们说任何事情我们都交托给神，我们会纷争，我们会 仇恨，我们 会很多这些嫉妒的好，因为我们不依靠神，我们彼此靠住我们的智慧，靠住我们学识，靠住我们的能力来解决，看人的眼光，靠我们的口才，靠我们的思想。所以说靠你的里面住在我你里面的，这是圣灵来引你。很多人不靠着圣灵，靠着口，靠着眼睛看，靠着耳朵听，所以很多的误会，很多的事情发生，不单单在家庭里面，教会也是这样。当我们说把耶稣放在中心里面，我们说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大过我们外面的，我们尊主为大，让神来掌管。发生在我们看到的事情，我们祷告说神，这个是当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光，我们所看到的，你在埋怨吗？说我们祈求神，让神来掌管带领帮助我们，阿们吗？可以吗？你可以学习到这些功课吗？可以看到这些功课吗？这些属灵的功课，神要我们在个属灵里面生活里面生活化出来，在基督我们生活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我们要有一个生活，每个生活，我们生活，我们是要告诉我们，没有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样的生活化，就我们说，就我们的神就常与我们同在。我说每一个时刻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都想到耶稣。所以说，是否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看法和做法作为我们的看法和做法？是否我们以耶稣的教导来引领，是让我们来学习他的教导和顺服他的引领？很多我们是因为不顺服，不够谦卑，自己闯出这些祸出来。假如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必引领我们，他所指引的道路是一切是顺畅的，阿们吗？神所说带我们所走的路是顺畅的，虽然我们会在面对风浪，但风浪中神会给我们平安，阿们吗？感谢主啊！让我们就说到第四点，要蒙福的家庭的祷告。所以基督化的家庭开始以我们确信要侍奉神的决心，要加上祷告。不单单说今天我们要成为蒙福的家庭，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今天神召选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相信不是突然的事情。我们先拣选我们，要必有他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不单单说在这教会里面，他选择我们，他引领我们，他都在鼓励我们，透过我教会里面推动鼓励所有弟兄们都要参与服事，参与来服事。但是服事不单单叫我们服事，要加以祷告。
你我们服事，假如我们做服事，我们不祷告，我们就靠住我们本事，靠住我们的能力，就很难，就我们就会时常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面对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就说，当我们看顾我们的这个服事成为考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要加紧的祷告，让神来带领帮助我们。当你说你会祷告的人哦，你常常会祷告祈求神的人哦，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不愿意祷告的人就是不谦卑的人，以为他还可以胜过一切。当我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由神来掌管我们，让神来的灵继续引领我们。也这样的说，当我们在不断的跟神的关系很好建立的时候，神的应许必临到我们当中，他必看顾我们，看顾我们的孩子，看顾我们的子孙，供应了我们的需要，也保守在我说在我们困难在风浪中得到平安，也保守在我们疾病中得到这个医治。所以从完全都是从祷告而来。所以说我昨天在母会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怕跟人家传福音，既怕因为我们没有祷告，因为我们传福音没有去靠神，我们靠着我们本领去用我们的口才去跟人家讲，哦，你可以讲很美的见证，讲了神如何拯救你，但是你不祷告，你很难靠着神来应行。我们说传福音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祷告，你看我们做每个机会我们都需要祷告，但祷告为什么？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应许说他是以马内利，他以马内利说神就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称呼神呼叫神的名耶稣的名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阿们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今天我们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我要神来引领我们，不是用人的智慧来分享，分人的智慧就成为一个人社会的一个纪律会就罢了，就要靠着神的灵来引领我们，让讲者听者都扎心明白，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还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要靠神的恩典来带领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靠神不断的引领我们，所以在这个蒙福的家庭的祷告要照着神的计划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设立祷告祭坛的家庭会越来越多，基督化的家庭就越来越多的神迹，越多的家庭。我还记得牧师在去年的前年推动了这个我们祷告的祭坛，家庭的祷告祭坛。假如我们继续的，你们继续的，我相信你们一定有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神迹在你们家庭中。因为这个说神，这位是神的应许的，这个神的应许，神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还要成就，他说要必成就的就去成就，还要做审判的还必做审判。所以说在圣经，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神的话语，一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也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少，所以我只要说守着圣经所教导的，我们捉紧所圣经的应许，神的应许就领到我们。所以就要神说没有就没有的，说有就有，神要来祝福我们，说一人得救全家必得救，你要捉住这个应许，说今天说我们看到我们家不可能，很多不做，我见到我们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因为神一做神迹奇事。所以不要看到哎呀这个很难信主了，就是很难信主的人很容易信主，你知道吗？你明白吗？ Hello， 越反叛神的人越容易信主，为什么？神越喜爱越爱这种人啊。还有曾经我以前是一个很对基督教很敏感的人啊，对基督教，因为我们被
被误导了，我们就用听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亲自经历过神，我们所听力啊，所讲的，我们所讲的全部是反方面的。哦，我们当牧师信主，我弟弟信主的时候，我特别的敏感。为什么我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华人好好一个华人，我们有华人的文化，这样教导，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有我的神，其实我问非，今天我问非是，我拜的神，你明白是什么吗？不懂的，因为我祖宗拜下来，我就拜下来拜的，我不知道什么东西。那我们还好，我们家庭还好了，天公苦地公拜了，啊，祖宗牌拜了很少，不像一些一趴牌全部，啊，那些东西啊，哦，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也不去祈求，我们不知道，但。我弟弟信主的时候，我就给我母亲讲，因为他年纪很小，你15岁，我20岁，身材我又大过他，所以他尊重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他尊重我是哥哥，哎，很多人讲我是我弟弟，我是哥哥，二哥二很凶那种，就带领他不断我骂他，我讲他嬉笑他，他默默的祷告。默默的祷告，我相信他当时初信主的人啊，很单纯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初信主的是很不是单纯，很单纯的。我们知道为什么一初信主的时常蒙神的祝福，蒙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很单纯，我们没有杂念，我们没有想到很多东西，我们是这样讲。我相信啊，牧师当时也是这样祷告主啊。一人得救，全家必得救的应许要临到我家。我不知道他祷告什么了，我大概就这样讲了啊。哦，真的，也许有牧师有吗？不知道，有哦有。啊，是这样这东西，他就神就开始动工，就把这些我妹妹、我本身、我父母亲、我哥哥就带领就信主。就这样，因为什么？将来祷告来。所以说，尤其我们说特别鼓励。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你祷告特别有能力了，特别有能力，因为啊，你很纯，你的祷告很纯，没有杂念。我们越信主越久的人啊，很复杂。我们祷告用 style 啊，不是考神学院了，我们讲我们的方法。所以有时候我们神不应许，拜与是神，我们祷告不成就，还不到不是不成就，还不到时候，神就给我们经历。你过经历里面，我们爱神，神不可能宠坏我们，一帆风顺，每样事情 OK， 你要求我给你，求给你哦，你要做什么给你，但有些不考他喜悦的，他会 stop， 让你砰整个沉下去。为什么沉下去？让你经历神，因为你不谦卑，你谦卑的时候，你需求神的时候，神在哪里来？我们人生中，我不知道，我做基督徒几十年，我经历上上下下，我的好像这个心脏不完整一样的，这，但当你越顺服的时候就越高，当你骄傲的时候就沉下去，当你越顺服的时候就上来。但是为什么？告诉说，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神，爱我们的神，他不放弃我们，虽然我们的样子都很坏，啊，不乖，神还是神应许嘛。神爱世上每个人嘛，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36说得很清楚吗？神爱世人，不是爱我们爱人堂罢了，爱世上每个外面那些人，那每个灵魂他是所爱的。所以今天何况我们在教会里面，他是爱我们的。所以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教孩子不乖要鞭打啊，现在父母现在有鞭打的，打到一跌倒，哦哟哟，这个宝贝就摸你跌到江心的，没有跌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伤到。以前我们小，整个跌龙岗，整个山南王的父母亲都没有，啊跌了啊跌，一跌一多年一块长大，是不是？以前老人家这样讲话，哦，你跌得多，你也经历多，是吧？你跌得多，伤得多，你经历多，然后你就会小心。所以神也是个恩典，在教会里面，我们说不管我们高潮低潮的时候，哦，都有神的恩典。神在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说他的爱永远不变。所以我们要透过祷告以祈求神，让神的恩典继续引领我们，哦，我们需要神来带领帮助我们在任何事情
不祷告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要照着神的计划里面不断的说，他在我们计划中，我们神今天招选我们这样多位的弟兄姐妹，必有他的计划在我们当中。你的计划和我的计划，凯阳牧师都讲到神的呼召成为牧师，我们两个就做牧师了啊。他早做牧师，早几十年做牧师，我十几十年做牧师，因为我在当我信主的时候，我有神的呼召，到我来听到读书我都怕的，因为我从来读书都不喜欢看书，说你讲去读神学，到晚年不是下半场，真的我五十岁还进神学了，四十九岁还进神学了，哦，是神的心意。但神的呼召不同，我的负担，神放在我的基层服侍的，所以我就进了基层，专门训练服务基层的神学院里面，看到吗？这个我现在讲起，我就想到，原来为什么我，因为基层就是不是给基层人去度了，你知道没有？不误会啊！以前我很多牧师都误会啊。哦，这个洗腹基层训练中心训练学院，哦，这个基层的，这是好像那些不会读书的人啊，摩托的啊，就进去。不是，我们在里面训练什么？我的同学里面呢、啊，有些老过我，一些年轻的，或者说也读大学的，有些小学的。目的是训练什么？把我们训练成。服侍我们对象是服侍对基层的，所以我看到这对我很合适我、啊、因为你看我啊，除了今天啦，平常我穿得很累肥的啊，lock up 了的啊，看到你看这牧师呢，啊，这个牧师牧师的，因为我是喜欢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是吧？啊，也不是、啊。当然是啊，当我们在神里面，当我们一个榜样，当然是啊，这讲到应该穿好看点了啊，虽然没有色衣了啊，色衣打带就更像样点了啊，啊，这是一个神的辅导，神的辅导，所以我对在社区工作、社区服务、社区啊，为什么我有负担？所以这负担为什么我去啊、愿意服侍这些？其实我不喜欢好老人家的嘞，知道吗？老人家，你知道你一跟他讲话啊。他的 tip 是很短，卖了一两分钟的 tip， 他的带就重播，两分钟你就听过他在讲，那两分钟你再听下，人家十分钟你听他讲五轮，啊，但是神放在这个让我说有机会去服侍老人院，让我接触老人院，让我谦卑下来，让我顺服听，神在大使用，你看到、啊、我们这我们服侍一个这个啊这间老人院哦。特别蒙恩，我就讲，我自己开玩笑，自己看，我为什么、啊？我们带领很多人信主，带老人信主。刚刚啊、前天星期五，我就带了三个信主。上个月我还是带两个信主，就我讲，我啊蒙恩什么？我当上个月带了那个姐妹，我是讲，我还是刚刚进来不久罢了，啊。他听我讲信息，分享信息的时候，他很兴奋。然后我们姐妹生也生么？哎哎！然后我讲完信息分享后，神灵完之后，我就按手为他祷告，为他啊接受主的祷告。他还是过几天被主接回天家，知道吧？他我觉得好蒙恩，他不用受苦，他不用受那个经历。他直接被神带领去回到天家里面去，我也蒙恩，我得到光冕，因为我领他信主。你看，他们讲，你要得到很多的光冕啊，你服侍老人家，因为老人家很接近，啊，很接近，你他孔风进到天堂，你光冕多一个。所以服侍老人家是好的，所以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神啊，睡到以前我对老人家一点啊一点抗拒了，一点抗拒啊。那是因为爱哦，人家服侍老人家是好，所以像今天我们去到这个老人家说，哦，以前我开始第一次我去，我这样我开始，我不大会跟他们打招呼啊，打招呼都很假哦。现在我去的时候，他们会跟我打招呼，哇，感谢神了，是吧？他是老人家教导我如何去爱人家，看到学习了哦，
所以今天各种各种的步骤、啊、不一样。今天说我们要成为蒙福的家庭，我们一定要祷告。你不祷告就很难 接触神所、啊、他的心愿、他的旨意，很难运行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的结论里面呢，我们相信神的心事是公义的，所以在神是凡事都能。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蒙福的家庭啊，啊，不是个理想，不是我们理，不是要建立一个基督化蒙福的家庭，不是理想的家庭，乃是说我们在朝着理想而变化成长的家庭。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我们很想啊，我要成为这样的家庭，哦，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啊基督啊基督的家庭里面，我是想。但是我们要行动，我们在做，我们知道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不能啊完美，但是在不断的说我们在学习成长变化，哦，不断的说靠神的心意，要成为要建立一个基督家庭容易吗？不是容易啊，是吧？这样容易吗？啊，现在孩子这样容易叫，哎，来祷告，孩子给你来祷告，他就讲等一下啦，等一下先啦，啊，不是，哎，祷告啊，哎，一起来祷告。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然后祷告的，哎，你祷告，不要了，你做爸爸，你祷告，慢慢的祷告，我们听可以的，我阿门阿门可以的，啊，有没有？你们的孩子是这样吗？我，啊，你是孩子，我是，有时候孩子，我鼓励，叫他们，你们开口祷告，一起祷告，一起来祷告，啊，啊，于是我既然我的小儿子啊，啊，祷告，嗯，行啊，你们讲什么？我阿门的，我可以的，阿门的。啊，这我知道，不是我们要为什么叫他们开口祷告？他们愿意开口说，他们愿意谦卑，愿意他们仰望神。不是我们可以代表祷告，但是他真正的经历他经历不到，是吧？我们要他亲自经历，他们开口，他们讲的，他们珍惜他们的祷告，他们所祷告的言语出来，他们祷告的祈求，他祷告的啊感恩的好，他们心是感动。我们代表的感恩呢、啊？代表罢了，他按照命，可能他理所当然。你做老豆吗？你应该的吗？是吧？我啊，你在做牧师的，你应该的啦，是吧？在做我们一行经历，是吧？就跟我们说，不断的说，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不是个理想，我们理想的家，我们要说不断的成长的变化，不断的变化，要考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考神的心意，我们就不断的成熟，就成一个健康蒙福的家庭。当做一个蒙福的家庭啊，健康蒙福的家庭就是考完全考神心意。我们说我们所行，我们的行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考神的心意，不是我们的意思，乃是神的意思。OK 吧，明白吧？让神的恩典继续引领我们。我的分享到此，让神的恩典继续引领我们，教导我们说，我们很重要，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要有我们的根基是什么？要有耶稣，说我们成为蒙福的家庭，成为长辈的，我们有好的见证，让我们下一代、下一辈来效法。不是家庭里面，包括教会里面，我们做长辈，我们是第一，我们已经来教会先了，我们有好的见证来让后来的来的弟兄姐妹能看到好的见证，让他们来效法我们。我们很感谢神，真的。我们有很好的这些传统来带领哦，我们来，你看我们来的教会啊，假设你不要祷告的话，我看你不会来爱人堂的，对不对？我们教会是祷告的，所以他们来到教会的每一位弟兄都会祷，都会知道我们教会一定要祷告的，哦，所以写很好的学习，所以今天真的靠神的恩典继续引领我们了，哦，所以我们要成为蒙福。我们一定要祷告，要靠神，靠说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活出基督的形象来。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来带领帮助我们，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应许是永远不变的。今天说我们很渴慕，我们很祈求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教导不单单是我们是理想中的一个，乃是说我们不断的学习来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蒙福的教会主。主，你是恩典的神，你的大爱要临到我们每个人当中，继续带领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软弱，按照我们当中，我们愿意谦卑来呼求你的时候，你必引领我们，教导我们说，你的爱就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在以往过去的我们所做的，可能亏欠你，得罪了你。今天我们明白了，唯一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要立成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下一代来效法。主啊，也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中有好的见证，教导我们说，让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有亏欠得罪你的，今天再次说，我们愿意悔改在你面前。主，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带领帮助我们，主，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蒙福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愿意祷告，祷告你，让你来掌管，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引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你带领帮助我们，带领帮助我们，主，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站立起来。赞美主，乃是万王之地，万岁乐之地，向主献上我的爱，唯独主。让这首歌来是我们的祷告的歌，让主的心灵来，主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灵，教导我们赞美他，他的名是配得的，我们耶稣是配得的，配得我们众人的主，我们来荣耀他，但是我们的盼望是主的荣耀带领着我们，向我敬拜，主是我一切丰盛的我心里喜乐的主。那么去低头，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让我们知道，是透过神的仆人再次提醒我们，家庭是神所设定的制度，他设定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蒙福的家庭。上帝绝对不会咒诅家庭，上帝绝不会把灾难给家庭，上帝绝对不会把祸难给家庭。但是为什么今天家庭很多灾难祸难呢？是个咒诅呢？因为我们都是破口，我们有很多破口，我们没有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家的主。这第一个重点，耶稣就是我们家的主，让他成为我们家庭的这个主宰，掌管我们家庭，让他做主，让我们做父母的，让我们孩子的，让他做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为我们做决定，让他为我们预备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家庭就会蒙福。同样，今天一个蒙福家庭一定要让神成为我们的根基之外，我们立上榜样，我们需要属灵长辈，需要有信心的父母带领家庭。弟兄姐妹，好多方面的孩子的难处都是因为父母造成，但是很多孩子的蒙福也是因为 父母的这个因素，使孩子们成为蒙福的孩子。所以今天让我们成为关键，让我们做长辈的，我们有责任引导他们。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尽量本分，孩子还是有很多问题，那是例外的事情，但是我们总是要尽力，总是要尽力，总要去要花功夫去建立一个家庭。家长，我们做长辈的，让我们活出耶稣形象，活出生活，最后呢，让我们常常为孩子们、为父母们祷告。家里面有祷告，家就有盼望；家里有祷告，家就有未来；家里有祷告，家就不再一样。因为神喜悦祷告的家庭。多少人看到家庭
是一个呢耶稣长一个家庭，有耶稣在门当中，所以我们成为长辈的，我们要成为榜样，让我们活出耶稣的形象，让我们以祷告来支撑我们家庭。如果这些祷告的话，把你双手举起来，我们一起领受祝福，让我们家庭就是这样的蒙福。蒙福是因为耶稣，蒙福就是因为祷告，蒙福是因为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在其中。我们开始来祷告，主今早上我们祷告，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奉耶稣名拆毁一切黑暗的一个捆绑，我奉耶稣拉倒一撒旦的诡计。魔鬼，你没有权柄在家里面做那破坏的工作，让孩子们因着祷告里面，我们得到释放的自由，脱离一切辖制我们的任何事情。哦，无论是外在内在的事情，在耶稣里面宣告，一切黑暗都要离开，让光照在我们当中。我们对家庭有盼望，因为主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感谢你，提摩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语在提醒我们，透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提醒我们说，我们看到那个罗伊和尤尼基，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的祖外祖母和他的妈妈成为信心的榜样。我们相信透过他们的榜样，这个提摩太成为何等的一个呢神的仆人，都是他们所塑造的。我们感谢你，保罗如何成为他的长辈，从长辈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很需要这些人帮助我们成长，需要我们属灵长辈，需要我们家人陪伴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家的孩子。我奉耶稣名字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成为一个蒙恩的家庭，在耶稣里面一切黑暗的都要离开我们，一光已经照进来。我们宣告今天早上你的话已经深深刻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同心建立一个蒙福蒙爱的家庭。一切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把掌声归给耶稣，他配得我们赞美，感谢主耶稣，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念主祷文，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一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无限的慈爱，一生的感动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把掌声归耶稣。我们到楼上去享用我们的午餐，然后呢我们有其他的活动在进行，愿神祝福你们。下个礼拜六记得我们要来，拜五我们有祷告会。